么？最害怕挚爱的离开，以任何形式的离开。会回头看自己演的偶像剧吗？很想，但是一直还没有系统化的去做。从角色出发，靖哥哥、直树和大人哥谁最帅？角色出发，直树吧。猴哥、郑元畅和金波林呢？谁最帅？有谁可以告诉我比较得出来吗？同时掉水里你救谁？我相信三个是有倔强。最近有在追什么剧吗？最近有想要来看看很受大家欢迎的《太阳的后裔》吧，但还不晓得，还没开始。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我比较喜欢有故事内容的小说类，但是生态百科类也蛮爱的。平时喜欢的穿衣风格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可以让我比较娇小的身形看起来修长一点的，然后比较特别的。最喜欢的时尚单品是什么？黑色的齐肩上衣。如果世界末日，你会带哪样时尚单品？世界末日太阳眼镜。最近有什么电视剧或电影要拍吗？刚结束一部的拍摄，片名叫《淡男》。对，我相信应该，顺利的话，应该今年底明年初就跟大家见面。是电视剧还是电影？那今年有没有拍电视剧的想法？如果有好剧本的话，我觉得或许下半年吧。这次和小栋那个参加的综艺感觉怎么样？老实说，我们现在大概录了一半的集数，我还没有跟他搭档过，但我相信很快的。因为接下来接近决赛，我相信他会就是重回老搭档的怀抱。有什么对粉丝要说的？久等了，但是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好作品。好的。